岁，相恋长达十年，早已给人感觉老夫老妻，难怪范范直言完全没有婚前焦虑症，反而是今天拍照要佩戴上亿珠宝，让他比较紧张。一亿，这个9000万，这个3000万，加起来1亿2000万，好可怕哦！我现在脑筋一片混沌，我只觉得那个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，就是，所以虽然它很轻，但是它又很重。然后可以佩戴这么漂亮的 Harry Winston， 其实人生已经无憾。而且据说今天我还戴了那个莎莉赛龙戴过的那个钻石，哇，超级美丽。所以我今天晚上应该是会做好梦，但起床应该会有僵直性肌，这边胃不是很舒服，因为脖子一直很硬，有没有？我都说我们家那个啊，就是所有大事都是黑人决定，所有小事我决定，但是家里不可能有大的事情。所以还是说你决定？没有，我觉得计划赶不上变化，不过如果有小朋友，我就顺其自然。那我是想说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想生一个女生，然后还好，但我不会特别的栽培他一定要进这一行。对对对，应该这样讲吧，他想干嘛都可以。我觉得就是那个爸爸妈妈讲的一株草一等日，两个人的结合其实是两家人的结合啊。所以其实我们还很幸运，是因为我们已经有十年的时间慢慢去融合彼此。爱唱歌啊，所以我觉得我能拥有现在这个工作很幸运，也很珍惜。所以我希望接下来 maybe 朝制作的方向去做一点，然后唱片的部分。